我们在做口语考试的时候呢，我们难免呢会遇到一些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啊。那当我们遇到这些不懂怎么回答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些句子可以帮助大家化解这个尴尬，或者是呢让你有一些时间去想接下来回答的东西啊。那比如说呢，第一个句子呢，我们可以说的是呢，像是啊，To be honest, I've never thought about this。那另外一个句子呢，你可以说的是呢，像这个句子啊，Well, let me think for a minute。Or a second，好，那当然你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像是 minute，那你不见得真的只有一分钟的，真的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去想你的答案了啊。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说法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你必须要说的是呢，But I guess，But I would say，然后呢，你就要接着说你的答案了。所以这两个句子呢，是很适合用来用在我们的口语考试当中，当你没有任何的 idea 的时候。